今天是2020年11月28号，现在是下午2点10分。这里是台南美术馆二馆的前面，可以看到现在非常多的人涌到台南美术二馆。没有错，今天是这里有活动。今天是连续2天的升3、4级的活动开始。刚刚我骑机车来，要找停车位，连机车要找停车位都找了很久。我停在大概1公里外的地方，才走路进来。今天非常多的人涌到台南美术二馆，尤其是年轻人超多。我主要是来看什么叫深山四级，他们到底是在玩什么活动。来这边看一下，我记得他活动时间是写2点开始，我前面这个摊位但是要表演的，目前还没有开始。我前面的美术二馆阶梯坐满了很多人，很多的年轻人。只有看到周围全部都人，但是是来看什么呢？我来绕一圈看看，看今天到底是在热闹什么。哇，好多人啊，也好像都挤到前面去。活动的会场是在前面吗？让我走去看一看好了。哇，这里超多人。看到一摊一摊的摊位，很像是文创。前面是街头艺人在表演。在卖杯子的吗？有点像是跳蚤市场。
在卖什么？卖羽毛吗？深山市集。哦，原来是卖酒的，我以为是卖羽毛。这一摊是魔法盒子，卖饮料的。是的嘛，对。但是呢，假设说有其中一个人的刀啊，划到另外一个人不是刀的部位，例如说是上手臂这边，或例如说是大腿这边，那这样子这个时候啊，两个人交我要开始继续追他，但是哎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然后我们一起慢动作。好，就是有的人喷进去，就没有这样久。这一摊是卖什么？卖小玩意啊，卡片吧。我这样差不多看完了。原来引人，我逛了一圈，没有每一个摊位都逛，不过看起来很像是在卖文创的东西，又像在卖。又像是有点像是跳蚤市场吧，这样一些摊位竟然可以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来这里逛。哇，人一直涌进来了。台南美术二馆，音乐表演还没有开始。这些玩意大概是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。年纪大的也是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热情的气氛。哦，好像源源不断的人都往美术二馆这里挤。好，我看完了，要走了。年轻人可能可以在这里玩一整个下午。那对我来说，我逛一圈就差不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